滑蛋拌着肉片淋在饭上，这道料理是不少人的最爱，但你念对了吗？冻饭，冻饭，直觉就是念冻饭，也有人想起来好像是这么念井饭。除了冻饭，胆饭或是井饭也是正确读音，但另外这一种饭大部分人统统念错咖喱饭。咖喱饭，翻开教育部国语词典，正确读音是咖啡的咖，应该要念咖喱饭。其他像是奶酪不是奶酪，而家庭主妇常用的调味料是味懒不是味淋，民众听了直呼长知识。哇哦，原来如此，味懒是什么？我们好像都白学了，平常念的差好多。应该也没关系啊，大家听得懂就好。用正确读音跟店家点菜，老板也是有听没有懂。什么蛋饭？蛋啊，冻饭呐，冻饭有啊。没有卖蛋饭吗？没有啊。经常在吃的美食，原来都搞错了它的名字。下次点餐不妨试试，看老板能不能反应过来。记者牛成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。面呢，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而且呢没有污染，儿童、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。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？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。